amphetamine. 安非他明。安非他明是一个伤感的故事，但我希望每一部每一个参与一部电影的人都有一个圆满的人生。我打嗰啲竞赛套路咧，平地嚟嘅，一套完整咁打落去嘅。睇今日咧，就睇翻现场环境啦，尽早啦，系啦。哦，可能，但系我下次会经常翻佢。啱嘢喎，几多度啊而家？咁你好心你着多件衫啦。我都唔想喺个角色球样嘅阴公。圆梦第一次啊，反正我已经脱了，都豁出去了。苏姐姐很漂亮啊！谢谢导演，快讲啊！上我对沟仔冇乜经验，唔好意思啊。冇鬼用，初吻嘅感受系为拍戏嘅咩？都为拍戏啦。哦，以为无端锡你，我以为你中意我添。咁可能系啦。在那個位教他就看不到他完全是啊，所以你要回去誰我嘟第一個沒事嘟第二個沒事 有眼神交流告訴你接著我反應就是哇哇好冷凍啊我看看这位置好冷冻。不要拍我了我不要着裤。有没有数过跳了几个跳嫁过知不知好冻啊真的比上面加上风我想八九度了。这个裂了过来。那个跳了下去手指公叉了个榻榻米啪一声。哇你眼睛不知道哪里来的顶不住。有冇事？冇嘢。你跳啊！其实你唔应该着，你应该埋去系想安抚佢噶嘛。咁呢场咧对白比较多啲嘅，多都唔系一个问题。你一开头嗰段咧系慨叹无奈，中间嗰段咧就比较愤怒，愤怒完之后咧系超愤怒。超憤怒完之後咧，悲傷又喊啊！我諗緊啲嗰啲情緒跌宕點樣搞咧？其實我而家聽緊啲催淚曲，我唔知點講。其實我而家發癲，我有借咗啲殺 K 嘅啫。我屌你老味！我翻上場細狀，佢唔俾到啦！而家知唔知啊？我仲俾人我睇啊！我為乜嘢啊？陳父，我救你，救你，救你！哇好危险就算同你我哋都冇真正做过但我觉得我已经是你的女人了但在心里面我已经是你的女人 OK 这句好重要不要说因为心里面那幅画那幅画呢 Adam 呢就是 Adam 呢就是十二 Adam 就是这样的咁等一下老马发来的啊冇方向感，冇方向咯。妖，咁你度直接想佢開頭係有個部分抽，因為我想個部位係嗰邊。
我以前做 stunt 噶嘛，咁簡單嘅動作都唔做唔到，點當演員咧？啊！等陣啦，我就喺呢個空中入落去啦，大概有70多米到啦。浸落去嗰下咧，第一下當然好刺激，直衝好似成日鷹咁咪咁衝落水捉魚咁啊，好似成日燕子咁樣俯衝落到第一下咧，其實唔覺自己去到最盡嘅，但係第二下彈翻上嚟嗰下咧，係成個人失曬重心，變咗好 free 好好成咁落去，非常之開心，好刺激咁。我而家望落去都驚咯，頭先第一次企上去真係好驚，驚到係。直頭手震啊！我哋呢個跳咧就歷史性嘅香港唔會再有，因為呢條橋咧就3月之前咁下過兩個星期就博通噶啦。咁啊，以後咧博通之後永遠都唔會有人可以再喺度拍到條橋啊！第一次同埋最後一次。喂，四個啊你，三大巨頭真係冇辦法。幾巨啊？三大巨頭真係大，砸死！睇下唱歌。影邊個？邊個？死啦！影曬肩膊死啦！埋尾啦，搞掂啦，終於都係有啲難忘啦，係啦。拍緊嗰陣時有啲辛苦，但係拍完嗰陣時你就會覺得，唉，繼續拍好似好玩啲喎。有開心嘅，有唔開心嘅，有興奮嘅，有乜都有啦，就突然之間即係緣分啦，即係天安排。幾大嘅 experience 㗎？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大嘅 experience 對我嚟講，係。係啊，咁個 experience 係非常之好啦，我覺得係啊，即係值得啦，同埋好值得，即係我學咗好多嘢啦。要睇彭冠奇呢個人咧，咁希望你睇《安非他命》係啦，呢個咧係有我俾心機演嘅一個電影嚟嘅，係啊，多謝大家支持。